我是雨荨，一个只吃。约海，嘘，听我说，我想出国躲几天，公司就拜托你了。哎，约海哥哥，我回来了。就是这样，所以你是害怕见他才逃走？谁说我怕他？是吗？哎，总之，帮我赶走他，不管用任何手段。你的桃花债凭什么让我？下个月工资翻倍。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呀，雨荨，你的包好歹大哦，不像我，每天还要烦恼那些限量版的 Gucci 啊、LV 啊、爱马仕，要怎么搭配我那些不同设计的高定礼服？真的是烦了烦了，老凡尔赛了呀。哎呀，我最近也有烦恼，约翰非要送我豪车，我都说了劳斯莱斯费油兰博基尼就行了，他偏不听。没事，咱们有偏银行好车主卡，加油停车都是88折，而且有全年48次8.8%的洗车福利，一年能省3000元。有好车主卡，你就不用再担心用车费钱了。这像我们这种会省钱的人活都要穷死了。昨天给我朋友转账，一不小心把金额输成了银行卡密码。好了，一周的零花钱又没有了。有朋友可真好，云海只知道买买买送送送，他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陪伴啊。我也很孤独啊，童年的时候都没有人陪我，我只能折钞票，折钞票当纸飞机玩。天哪，你还有童年？我小时候和我家20多个保姆玩捉迷藏，可他们找了我18年，我的童年也过去了。你，我还要去上班的。雨荨，没有，不要，你也要好好的。约海，约海，幸好是梦。雨荨，听说云海总出差那条路上发生了连环车祸，什么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，要不打个电话？手机，云海快接电话呀，千万不要有事。雨荨，你原谅我了。我打错了。哎，等我下午。云海总出车祸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云海总怎么出车祸了？我不信。好了，公司股票跌停了。竞争公司正在大举垄断我们资源。完了，公司不会破产了吧？雨荨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，雨荨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无论我在不在，就算为了你，我也要挺住。都冷静一下，公司都要没了，谁能冷静啊？听我的，我们。你算老几啊？算了，大家散了吧。都给我停下！云海不在，公司更不能垮。听好了，第一，立刻开启紧急运营模式，重要客户一个都不许流失。第二，收拢集团所有流动资金，阻止股票下跌。第三，联系媒体放出消息，就说云海总已回，但受轻伤还需静养。云海，你放心，公司一切都好，只是我好想你。不好了，雨荨，对手公司曝光云海总还处于失踪状态。咱们回收的资金链又断了。什么？而且他们已经带着收购书在会议室等人谈判了。我还是没帮到你。哭什么？不是还有泽氏集团？黑泽哥。喏，月月托我带给你的。他说你就跟这高光一样，在哪儿都会是焦点。问题总会在最失意的时候到来。雨荨，直面逆境才能逃离逆境。这就是你的高光时刻。雨荨，加油！加油！云海，我一定帮你守住公司。上官总，他来了。收购不必谈了，我们。云海，你是可可？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向我们可总问好？怪不得云海说分公司效益差，派我来指导，原来是因为招了这种阿猫阿狗啊！云海派你来，这可是慕容总部的大令呢。你看这个项目，竟敢冒充我！今晚加班把策划做完。这明明是他负责的。有没有脑子？他可是可可总，帮他干活是你的荣幸。对，想好垃圾收拾一下。好，包在我身上。哎，你去把可可总的垃圾收了。哼，就知道趋炎附势。多亏了可总，让这次品牌活动圆满落幕。谢谢可可总。可全程忙前忙后的人是我呀。要不是可可总指导有方，你有现在的成果吗？你。别说了，奖金多少您随便提，只要您开心就好。
我和你说的没有记住吗？为什么不按我的方案去执行？可可总，直播卖假货真的不行，万一被发现。你懂什么？现在的粉丝都是看达人推荐无脑购买，他们哪分得清真假？你这是在消费粉丝，欺骗他们的感情。你算什么东西，在这教我做事？我这想法可是跟郝总达成共识的。我说分公司怎么收益一直不好，何止都拿粉丝当白痴呢？你怎么说呢？郝总，云海喊我来这是帮忙的，不是来挨骂的。哼，每天12点才来上班，下午吃饭包剧还早退，除了会耍点小伎俩，你还会干嘛？你，行，我这就回去告诉云海。可可总，激动，你这就去人事给我办离职，你别后悔。当初是您执意卖假货，现在粉丝都找上门来了，你赶紧给云海总打个电话帮帮我们吧。打？还愣着干嘛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不是不……你是臭屁虫都能进来，为什么我不能？你说谁是臭屁虫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啊，慕容集团董事可可总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您真是我见过最好的人。哎呀，这卡车的钱都给你，你务必要收下，不然卡尔玛的预言会反噬到我的。以后这就是你的教室了。哎，那这不是女生，是怎么的？这是……马小云，这道题我不会，来，我帮你做。马小云，你走远点，别打扰我们。哎，他们怎么都这样对待清洁工阿姨啊？生气这个，这是我老师。老师？对啊。上课了，你怎么还玩游戏啊？这就是我们的课程啊，我们整个班都是老师给带上的王者。老师带打游戏？听说是为了什么卡尔玛？会搞卡尔玛？哦，对了，你以后每天的任务就是给老师找事做啊。马小云，我腿酸了啊，来了。居然还有这样的老师，而且他对我的态度就像认识我一样。是你？马老师您好，我叫可可。可可。除此之外，他每次对我好，都像是在做一种神圣的仪式。这也太奇怪了。还有更奇怪的，马老师给您打了杯热水。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对不起，哎呀，你这么大的人情我怎么还得起啊？其实这样，这车给你开，你想去哪玩就去哪玩，不要再来上课了，假我也给你准了。什么？哎呦，这卡车的钱都给你，你务必要收下，不然卡尔玛的预言会反噬到我的。啊，你说卡尔玛是什么？书上说卡尔玛是梵文中因果报应的意思。难道马老师以前犯过错，所以现在才拼命的对别人好？有可能。哎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去上课了。可可，我不是不让你来吗？怎么总觉得怪怪的？卡尔玛还代表着带仇。不好，可可要出事。